这个演习竟是小顺花的打仗游戏啊！他以为真打仗了呢。刘哥，你做的没错，就是糊涂了。你真敢背着团长往下跳？俺不是怕做俘虏吗？做俘虏都丢人啊！你呀，错过这个机会了。啥机会啊，老黑班长？你要是不错过这个机会，就不是你二牛了。啊？啥意思呢？自己想是吧？ 时间，按你们问罪。 是在表面上，深深的失落席卷了他，也席卷了6年的每个人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干好自己的事就行了。真以为自己天兵天将了啊，兔崽子！神枪手四连，果然是老牌的红军连。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其实坐在那车上的应该是你，班长。我现在是6连的兵，我现在的职责就是要保证这条道路的通畅。好小子啊！记住，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谢谢班长。 按照红军司令部的命令，我神枪手四连已经抢占了二九幺高地，堵截蓝军的必经之路。我团其他的部队也已经到达了指定的位置，战斗正在进行中。我的一个团已经扼住住蓝军一个集团军退守二线防御阵地的咽喉，现在红军司令部正在组织合围，预计明晨6时以前，总攻就会打响。那呀，斩首行动。 想法不错，就是不知道谁斩谁的首级啊！哼，我看你的蓝军现在往哪儿跑？
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我的参谋长呢？司令，报告旅长，参谋长亲自带队去进行斩首行动了。斩首？去搞红军司令部了？不是，是去刑侦抓康团长了。能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吗？都这么大岁数，一个这样的失败都承受不了，跟铁拳团值什么气？去，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报告，他带着突击队已经深入敌后，实行了无线电静默。胡闹！联系到他，让他马上给我回话。是。金雕，金雕，这里是狼穴，说到什么情况？山明苗了，到。到。给你们三分钟时间，开辟一条安全通道。是。1分50秒起军，走。小兔崽子，不吹牛逼你会死啊！老康，意外吧？你的这颗脑袋，我是一定要看的。怎么样，认输了吧？康雷什么时候认过输啊？你这叫偷鸡摸狗！偷鸡摸狗！我们是特战旅、特种部队，你让我的兵摆开了跟你机械化部队正面对抗。哼，认识我这么多年了，你看我范天雷像个傻子？你不是傻子，我也不是傻子。一城一池的得失不能定胜败，绝境可以激发最大的战斗力。知道什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吗？所以你别高兴得太早啊，小心你的脑袋被我的步兵砍。还想喝吗？喝呀，当然喝。哎，你不能喝，你还在指挥状态。哥，下酒菜啊。太好了，我们的特种部队抓住了红军铁拳团的团长，摧毁了他们的团部。命令，全面发动总攻，趁此机会全歼铁拳团。是。啊！站长，
来，快撤！来了，来，来，我。你咋这么咋？有病啊你们！师傅，咱不是，不吃人能打仗？兄弟们，撤！撤！报告指导员，我们联系不到团部了。怎么回事？通信断了。会不会设备出问题了？刚刚检修过，怎么可能呢？那家里设备出问题了？家里刚配发的，更不可能了。这么说，那唯一的可能就是……赶紧撤吧，再这么打下去全完蛋了，现在还剩下不到一半的人，你快拿个主意，咱们撤吧。我接到的命令是死守二九幺高地，那是通信中断以前的命令，现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，你是这里的最高首长，快拿个主意，咱们撤吧。老黑，我告诉你，我神枪手四连没打过败仗，指导员已经快败了呀，再这么打下去，全连的编制打光了，那才是丢人呐！指导员，听我一句话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咱们将来有机会呢，撤吧！撤！是。等会儿，不能就这么认输了。老子跟他打游击！指导员命令撤队！啥？撤队？咋说撤就撤了？咱们说撤完了，快回指挥班去！撤！我一个坦克连被他们打成这样，这不是瞎指挥吗？康师傅他怎么了？他疯了？他这么散的进攻方式能不输吗？我估计康师傅他们肯定让老郭给端了，否则的话不会这样的。连长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往哪儿走？啊？你让我临阵脱逃是不是？全连都没了，你让我往哪儿走？不行，我回去。你走。连长，你不能回去。我不回去怎么办？全连都没了，你这不是让我当逃兵吗？我们全家都是当兵，什么时候中过逃兵啊？再说了，这是演习，你让我将来怎么面对咱们全连？你让我怎么面对咱们全团？我这张脸往哪儿放啊？那不行，要死我要和你死在一起。行了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也没当过逃兵，我也是咱六连的兵，要死我也要和六连死在一起。王延明，我真没看错你，你不仅仅是军事上会，人品也是杠杠。我知道你跟咱们六连感情非常深，但是你必须得走，我得留下来，明白吗？因为你得代表六连跟他们干，代表六连跟他们战斗，你懂不懂？连长，我不要再说了，你信不信我敢毙了你？走，走啊！
见。老黑班长，嘘！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也全完了。他们团现在损兵折将，就剩不到俩营了。我们是来搜索楼王的通知的。我们现在就剩下两个营了。剩下两个营就不错了。蓝军他讲话了，团长都被抓了，团长也被抓了。蓝军特种部队的斩首行动直接把团长抓走了。我们现在在仙人洞集结，收拢队伍。被打败了，还没有，还有我们。我们是机械化步兵团，虽然没有坦克，但是人还在，千万不能气馁。你怎么不是饿的慌？来，快点！老刘，司令，叶兵，二牛，你还活着，叶兵？怎么我听你这话这么别扭？我是鬼啊！我你，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没死啊！哎，你没胜利！这个嘴呀，这……哎呀，我这个脑子啊！行行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哎，我们六连呢？我们只找到你一个六连的人。先歇会儿，走，过来吃点东西。来来，坐。现在就剩我们几个在这儿了。下一步该怎么办？谈谈你们看法吧。参谋长，我想反击。反击？你拿什么反击？我现在要啥啥没有，我一辆坦克，一辆步战车，一门火炮，现在都不能给你。让我试试吧。说说你的看法。虽然我们现在失去了大型装备，但是我们的枪还在，狙击枪号称是远程小型火炮，再加上咱们四连人人都是神枪手，每个人都会使用狙击枪，所以我建议把全团的狙击枪集中起来，全部配发给四连，然后化整为零，
把他们分成20到30个狙击小组，咱们和他们打游击战、打麻雀战。但是，南军的技术与装备比我们好得多，我们有信心打得赢吗？不错，他们的装备完好无损，而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连无线电联系都失去了。但是我认为，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，因为他们不可能对我们进行无线电跟踪，不可能对我们进行网络信息站的跟踪。还有，你们看，在这山林里，所谓的航空侦察、卫星侦察都失去意义了，这样逼得他们和我们面对面的作战，而狙击步枪射程这么远，我相信蓝军一点便宜也占不到。同时，我建议你把其他官兵也分成小组，四处点火，让他们疲于应付。这好像是特种部队的做法。没错，我知道你是狼牙特战旅出来的，可是蓝军有你的老上级、老部下，你带着四连去和这些经验丰富的特种兵作战，你有信心吗？首长想听真话吗？说。我的兵我了解，如果真的和特战旅的人遇上了，那就死定了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有20到30个狙击小组，可以分布在上百公里的范围，这样他们在疲于奔命的情况下，不可能把我们一网打尽，而我们呢，可以自由猎杀，而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。蓝军司令高士威中将。没错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给红军指挥部减轻压力，让他们重振旗鼓。如果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都具备的话，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奇迹，成功狙杀蓝军总指挥高士威中将，一雪铁拳团被斩首的耻辱。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？不，没有。现在我命令把所有的狙击步枪集中起来，交给神枪手司令。是。五号命令，所有狙击步枪集中到四连。五号命令，所有狙击步枪集中到四连。班长，班长，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狙击步枪交给四连？四连要组织狙击小组出去。可我也是狙击手。你，人家可是神枪手四连，个个都是神枪手。你呀，省省吧。班长，命令，班长，马上执行。天平，这把狙击步枪是我的生命，现在要交给你们四连。跟我一起去。我跟指导员说过了。指导员，列兵外兵，到。你不是我们四连的兵，但是新兵连的时候，我知道你是射击能手，愿意和我们并肩作战吧？报告，我愿意。好，准备一下。是。发令集合。同志们，现在是最严峻的时刻，我们铁拳团，亲爱的康团长，被人斩首了，全团编制被打散，所有大型装备、火炮、装甲全都没了，但是我们的枪还在。神枪手司令，只有枪在，就有胜利的希望。我们老红军团的前辈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敌人的火炮、坦克，你们，我们当代的士兵则优势敌人，海陆空信息战全方位围剿下，有没有信心打败他们？有。我们铁拳团从来没打过败仗，你们每一个人都经过严格的射击训练，你们是当之无愧的神枪手。虽然你们不是每个人都经过狙击战的训练，但是
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我命令咱们全连化整为零，和敌人等狙击战。也就是说，从进入敌后，我们不再联系，一直到战斗结束。如果有幸活下来，自行归建；不幸阵亡，等演习结束之后，我请大家喝酒。但是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，即使你不是神枪手，我破格提拔你；如果表现不佳，你是神枪手，对不起，交出你的狙击枪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神枪手四连，狭路相逢，勇者胜。好。告诉我，你比他差吗？不。证明给我看。首长，我走了。这次就看你的了，我会尽力的。嘿，到，师傅，是。全体都有了，向右转，跑步走。在干啥呀？撤！这个小门已经保住了，马上火力覆盖。啊！走！是。啊！班长，要死如神呐！翻那么多导弹，
狙击步枪啊！别闹了，狙击步枪的子弹能穿透装甲，挠挠痒都不会割的。别着急，你看，最后一辆是指挥坦克，那个露出来的是车长，也是连长。你怎么知道那就是指挥坦克？你看车上的天线，那天线是为了跟上级联系用的，只有指挥坦克上才有。我们虽然打不穿他们的装甲，但他们的人露下来了。我们先射击连长和指挥坦克驾驶员，指挥坦克就失去了机动能力，只能瘫在那里。可是他们有那么多坦克，枪一响，他们都会缩进茫茫壳子里，通过潜望镜观察外面。我们在几百米外的山上，潜望镜的视野是有限的，想通过潜望镜找到我们难了。我们就等着他们的眼睛。看潜望镜，对，我们对着潜望镜逐个点名，没有潜望镜他们开不走。驾驶员往左边走。那也就是说，就靠咱们两个狙击手就可以消灭一个主战坦克连？没错，这叫四两拨千斤。怎么样，看不看？看。我们先从指挥坦克下手，接着打六领头的，把他们憋死在山谷里。我打连长，你打驾驶员，准备3 2 1。狙击手，他们果然在使用潜望镜，要是咱们有反坦克导弹，他们肯定全跑。狙击步枪号称小型远程火炮，我们这样干，我从前往后，你从后往前，挨个点名。好，轻松愉快解决战斗。连长，连长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不要问我，都已经战死了。潜望镜被狙击手击中，仪器已经失灵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给我来支烟。明白。还是我高明吧。那必须的，连长比较英明。那是，得让那帮小子狙我。他们开始放烟了，这就跑路。他们会呼叫炮兵支援，高炮弹来个远程火箭炮覆盖，我们只能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一旦被发现，我们就跑不了了。走吧，支援等我。不会吧，狙击手打坦克，弓箭战的，没那么巧吧？不是巧，神枪手四连，除了他，还有谁？是他。他是谁？这孩子，我果然没看错他，天生的狙击手。这些年他没白过，一直看他父亲留下的资料。你说的到底是谁啊？我们走吧。哎，你现在去干嘛呀？狙击小组早就撤了。我看看他留下的狙击阵地设得怎么样，能不能达到我的标准。你越说越神奇了，神枪手四连再怎么说也是步兵连，能达到你的标准，
你这是何方神圣啊？善明，这有些人呐，天生就是干这行的。我们走吧。我还真想见识见识。 同志，你被捕了。小牛，你没听过一句话，叫站得越高，跌得越狠吗？你们是怎么发现的呢？您藏头不藏尾，完全鸵鸟吗？俺已经藏得很小心了，怎么还是被发现了呢？伪装的怎么样？ 闹什么？你们俩整整迟到了三分钟。哎，可是我们打掉了一个坦克连，一个坦克连算什么？就算打掉一个坦克团，也不能迟到。战场上就算迟到一分钟，有可能误打事的。是，是，大爷。我都听说了，你们俩。 确实是招手，这里可以对下面全面控制，又方便撤离。我小看步兵连了，参谋长，还是太嫩呐，留下痕迹了。没经过系统培训，自学成才。 必然留下破绽的。吴昊，你说的到底是谁？你认识？认识？你看见你就明白了。你们都认识？越说越神秘了。牺牲的烈士，是永恒的。到时候你就明白。走吧。是。